我问你们三个，昨天晚上我直播的时候怎么能打架呢？啊，谁先动手的？啊，小辉啊，小辉你啊，啊，他还主动这样咬你了。小辉，你去面壁思过去，快去。对，不像话啊！妈妈直播怎么能打架呢？多丢脸呢，是不是丢脸？以后不能这样了，听到没？哎，行了，开饭。宝贝们吃的是鲜肉五谷益生菌冻干粮，里面有鸡肉、牛肉、果蔬、冻干鸡肝、冻干蛋黄，59一包，1.8公斤。因为含肉量55%，所以宝宝很喜欢吃哦，而且是成犬、幼犬、犬犬通用哦。吃吧，吃啊！你不吃你瞅啥呀？咋的啦？又生气了，谁惹你了啊？你说你给咬人家，你还生气？你咋那么气儿呢？啊？不是拉倒啊！